四班1650，大熱系十啊，准备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啊，前面快闸灰马一只银黄轻标啊，埋边绿衫经典时代啊，中间喜胜威龙，出边千里如飞啊，第七位咧粉红眼罩就美丽欢声啊，后边嗰五只奋斗辉煌啦，尾四绿衫系碎炸，再后边嗰三只咁啊，分别有刀灵勇士、波尔多啊，暂时殿后仍然系嗰只金德儿嚟噶，去到对面直落中尾段咯，放出嚟嘅马都系嗰对啊，喜胜威龙啊埋边啦，越进开心啊拍住佢啊，咁啊外边千里如飞第三，内栏第四经典时代灰马第五。银黄轻标埋遍第六咧，白心粉红屋极速满贯啊！粉红眼罩攞出去外边啊，美丽欢声啦，后边个五只奋斗辉煌碎炸，内栏尾三刀灵勇士啊，摄入去，波尔多尾二都系摄入边，包咗落尾咁得意啊！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咁外边就冚上嚟就美丽欢声啊！见到埋边咧，稳位追咯，刀灵勇士咧，中间银黄轻标未散啊，入边仲系喜胜威龙啊，出边追咧就奋斗辉煌啊，最后100米到啦，美丽欢声占先啊，埋边打上嚟啦，有刀灵勇士上咗嚟，中间位置仲。喜胜威龙啊，接近中啲刀灵勇士埋边咧就穿上嚟，似乎赢出呢场赛事啊！跑第二名嘅马就近啦，咁啊埋边经典时代，中间喜胜威龙，出边仲有外闪嗰只美丽欢声啊！结果呢只刀灵勇士咁啊几经辛苦之下，今场赛事啊终于都再赢啦，跑第二名要影啊美丽欢声外闪啊，咁啊第二啦，第三名要影相啦，埋边有经典时代，中间喜胜威龙啊！